把钱交出来！大姐不许动，把钱交出来！哎，古风官不是说每个地方要有宝物吗？我觉得每一间我们都设了宝物。你要当谁要当那个捍卫？谁要当那个捍卫？可以冷静点。大姐不许动，把钱交出来。应该是要这样吧？有一个人当闯关的。大姐不许动，两个人当交出来。关主的。冷静，你冷静好不好？大姐不许动，把钱交出来。这位蔡姓心理师，请问一下，可以处理一下他？你看，最后还是一样啊！哎，不专业，不专业，不专业。对啊。大姐不许动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加油呀！加油呀！大姐不许动，把钱交出来，把大姐不许动。嘿嘿嘿嘿嘿嘿。